埃及冰雹雨中表演，舒华惨衰，智利公爷喊卡，众星绕场道歉。韩国音乐节目 Music Bank 到智利举办公演，但因为是开放式体育馆，即使天气不佳，艺人只能冒雨表演。轮到 Idol 上场表演时，已经是倾盆大雨，甚至经传有冰雹。最终因当地天气恶化和场地问题，决定取消公演。相关人士没出来解释，反倒让偶像们亲自上台道歉，让粉丝更加不满。진짜로보여드리고싶은무대정말로많았는데못보여주셔진짜로진짜로미안해요여러분들조심히돌아가셨으면좋겠습니다사랑합니다